信主。1983年開始做牧師，做咗15年牧師之後，1998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啊，一掂我就好似電流咁湧入嚟嘅，即時咧好大嘅愛，強烈到咧係即時喊得好緊要，好釋放又好安慰，好感動，係喊咗好耐，即係覺得咧哇，好似全部嘅心嘅重擔釋放啊，被愛啊，被安慰啊咁。咁我就哇，原來可以咁樣經歷神嘅。咁我之後咧就好多祈禱啦。嗰一晚我翻去都係，我即時好想感謝神。喺個巴士上咧，我又想舉手讚美神。咁咧，但係個巴士係點可以做呢？咁我諗到個方法就係挨住縫窗咁啊，挨縫窗，即係手啊挨住個窗啊，即係冇咁明顯啊。即係如果我坐中間位咁坐喺度咧，人哋而家話你係咪有問題要問啊你？咁啊就挨住個窗咧，就喺個窗嗰度掹住隻手，咁咧一路多謝神。原來你係可以同你有咁親密嘅關係，個心我就好感激神。翻到屋企好夜，我都繼續祈禱，同埋之後咧又用好長嘅時間祈禱。咁咧就行切。即係喺神嘅裏面咧，後來咧一呼叫耶穌，一叫就哇，即刻啲能力來，而家都係有一講咧，即刻啲起落，神嘅愛同埋能力即刻湧來。咁我又哇乜咁好嘅，即可以即時感受到神嘅同在。咁我又再試一次啊，再試一次又係一樣係感受到神嘅能力。咁後來我仲經歷起落咧，即係喺一個聚會裏面經歷起落咧。咁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哇非常好啊，好想保持。咁我點樣呢？我翻屋企嘅途中咧，喺個巴士度咧，我又想喺個聚會，我都不停保持喜樂，因為我知道好多人經歷喜樂可以失去噶嘛。咁我喺個車度咧，我又想保持，但係又唔可以大笑喎，因為真喺個聚會之前喺度湧出嚟嘅笑出嚟。咁有咩辦法咧？咁我就咁啦，即係我冇呢個動作，幫我即係示範俾你睇，即係好似笑咁樣。但喺裡面，其實我而家好多時我都會咁做嘅，但係我就你睇唔到嘅，因為我係裡面。係一種喜樂湧流，咁咧就之後咧每一日都係同樣咁，咁而好奇妙嘅事咧，喺我經歷之後幾日，有人要求我為佢按手祈禱咧，就睇住佢經歷啦，即係睇住佢經歷邪靈趕出去啊，被安慰啊，被釋放啊，被醫治啊，咁咧唔單止我喎，即係我其實我而家四圍全世界都有去噶，你上網 YouTube 揾葉牧師你會見到我好多影片嘅 YouTube 葉牧師。同埋咧喺 Facebook 就葉牧，因為佢嗰度唔可以寫葉牧師嘅，即係牧師嗰個牧。咁咧你會見到不同嘅影片，就 YouTube 比較多啲嘅，嗰個可以帶出嚟。咁咧就去好多地方咧，佢哋都覺得好大嘅幫助。即係一方面就係、是、經歷聖靈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是、訓練佢哋點樣侍奉主啊，係好大嘅幫助。並且唔係就係我自己喎，我今日咧會有一個姊妹分享佢點樣經歷改變。點樣咧？同神關係改變，並且佢侍奉提升。下個禮拜我又會有人，即係話我哋不同嘅人咧，都可以分享點樣俾神改變，同埋整個生命提升。大家聽到嘅時候，你想唔想都係咁啊？即係好有心同埋有能力啊！嗱，我自己嚟講咧，喺經歷聖靈之前咧，我係對於侍奉咧，我係好有心侍奉，但係咧，你話係咪好有信心改變人？我發覺咧，我。因為我同人的人緣是好的，所以我在侍奉的時候我很享受同人一起。那時我在學校的時候，就是考紅在學校的時候，那些學生呢周時呢 lunch time 啊、午餐啊或者什麼時間就放學啊走來找我聊天的，即是 我人緣好，所以帶了很多人信耶穌的，但是幫他們靈命更新就難了。但我經歷聖年之後呢，就幫人靈命更新就很容易。我也都提升過不同的傳道人，就是怎樣呢？即是他不是傳道人的，他是一個很原有的基督徒，跟住經歷聖年之後咧，佢發覺咦，哇，原來聖靈的能力咁好啊！咁佢跟住咧就受訓練，跟住咧佢就後來咧進入聖經學院啊侍奉嘅訓練課程啊，咁咧就侍奉神啊，即係睇得到哇，可以咁提升人啊！所以我都好想喺你中間提升一啲人，俾你知道唔使一定要好高嘅資歷先可以侍奉神嘅。今日侍奉，因為今日分享個姊妹咧，佢其實佢嗰、那個。佢個本身嘅學歷係好淺嘅，但係神一樣好大大用佢。咁我今日所講咧就係聖靈充滿咧，提升靈命同埋侍奉，佢係會提升嘅。咁而我係三次講嘅，每一次有不同嘅進度，都係一路幫助大家喺靈命同埋侍奉上嘅提升嘅。聖靈充滿回應基督徒好多嘅需要同埋困難，因為我擺喺網上好多影片啊，所以好多人揾我嘅，佢會揾我牧師啊。我好唔掂啊！我
啊靈命唔好啊，甚至有傳道人都揾我，佢話冇乜力量。咁另外咧，有啲人低沉啦、憂鬱啦、瞓唔到覺啦，啊同埋咧就啊即係各類嘅問題都有嘅，夫妻問題又有揾我，即係各類嘅問題都有揾我嘅。咁咧好多好多樣嘅問題，但係有一樣嘢我都一定做嘅，我有輔導啦，同埋我一定話有祈禱經歷聖靈，包括婚姻問題都有幫助，係好明顯嘅幫助添嘅，有啲好明顯嘅幫助。咁咧即係話原來聖靈咧係真係能夠回應基督徒不同嘅需要同埋困難嘅。喺羅馬書8:26，我一齊有聲經文一齊讀嚇。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裝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説出出嚟嘅嘆息嚟替我們禱告。嗱呢個講到咧就係我哋嘅軟弱，神會幫，聖靈會幫我哋嘅，佢係會加力量俾我哋。其實個基督徒都一定有佢軟弱嘅地方，個基督徒都一定有佢犯罪嘅地方嘅。咁咧，而聖靈用説不出來嘅嘆息啊，呢個講到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嗱，呢個嘆息到底嗱解經，即係你會去諗有咩可能嘅解釋？另一個可能嘅解釋係咩啊？聖靈坐喺天上，即係好似聖父啦、聖子啦、耶穌啦，聖靈喺天上就喺度咧為我哋祈禱咧，一路祈禱，一路嘆息啊！因為佢喺你嘅心中嘆息咧，嗱，大家去諗一諗，邊個解釋會更加合理呢？即是聖靈就望住你了啊，在嘆息，因為他用個嘆息的字，即是說呢他一種感覺傳遞，大家有沒有經歷過當你有煩惱、有困難、有罪的時候呢，你會覺得裡面有種催逼感的，有沒有這種感覺？犯罪覺得不舒服的，你當你神叫你做某些事你不做的時候，又會催逼你去做的。有些事你即是你犯了罪，神會提你，或者有些事神想你怎樣提升呢，他又會催逼你的。即是說這個說不出來的嘆息是我們經歷到的，經歷到就是裡面有一種的呼聲在裡面催逼我們怎樣做。大家有沒有試過這件事？其實個基督徒都會有的，就是知罪和神提升我們去做些什麼事。即是說原來聖靈跟我們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也都代表他很愛我們，即是很關心我們，跟我們很近的，好近好近，是你時時感受到的。所以祈禱我們經歷神幾方面的，一個就是心靈的經歷，輕省、啊、平安、啊、愛、啊、釋放、啊、安慰、啊、這些，也都可以身體上經歷到神的能力，經歷到舒服或者醫治。另外一方面就是跟神的連接，即是可以經歷到神那種的心意、神的嘆息。那我自己呢很多教導我就真的很覺得是神親自教我的，即是真的會感受到神給我的感動帶領怎樣去教導。如果你很想進入神的服事，你都可以逐漸神有跟你說話，但是他跟你說話的時候，譬如他叫你不要說謊，不要罵人，你是不是立刻聽話呢？譬如他說你不要跟你父母頂嘴，你是不是立刻就停止呢？很多人就說我搞錯啊，這麼不公平， 他對我不好，我為什麼要跟他頂嘴呢？在聖靈在裡面催逼你，咁有基督徒又不肯聽話，不聽話的時候聖靈怎麼做呢？繼續提醒，繼續催逼。如果你越快聽的話，他就越知道你是歡喜他的，你的心是開放的，他就可以長期住在你裡面。如果不是，有些人呢有沒有發覺有些人會這樣說，耶穌這一陣不是很適合你，這些三級的東西即是你不要看了，你讓開一陣，我現在看了這些東西，你暫時我不要想你住了。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東西呢？上網看一些不應該看的東西，跟著耶穌我不可以祈禱這一陣，我不可以的， 你暫時回避一下。我們會有這些這樣的情況，當你有這種情況的時候，神就知道你的心不是很開放，你不是很歡迎祂的。但如果你說神給我才是最好，神會凡事祝福我，包括我的婚姻，包括我的前路，我的健康，我的事業，什麼都祝福呢，那你的人呢就會什麼都聽神的話。我現在來說呢，我真的經歷聖靈之後，我處理任何的罪和什麼地方神叫我做，我立刻聽話。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神這麼好，我不想失去神任何的恩典。神給我開路真的很大的，一路開路。現在我幫緊肯亞那裡建立聖經學院，神都使用我去幫助他們，即是神開路。並且我想到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幫助他們，將一些教導、錄影了、寫了，即是神給我很多好的教導。神都可以用你們的，不要以為你不可以給神用。
但第一步開始就是你會回應神這個聲音，你不要藐視神的聲音，不要藐視以色列的聖者，他講話的時候你真的，如果皇帝下聖旨你會怎樣？你會說皇帝等一下，等我做完這件事你先來吧，會不會這樣？不會的，你立刻即是在中國古代立刻跪下接聖旨，同樣神的聖旨來到比皇帝的聖旨高還是低啊？更高啊，你敢不敢去不接呢？但很多人就是不接的，所以希望大家聖靈跟你說話，你時時回應他，神就知道你喜歡他。還有很多人覺得神很遠的，這個都很多人跟我說、哎、神很遠，好像哇祈禱又不知道聽不聽到。我們一起讀啊，羅馬書5:5，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聖靈真的會將愛放在人的心裡面的，真的你會經歷到的。那可能你說我不是經歷很多，其實你有經歷平安，有沒有覺得平靜啊？敬拜讚美有沒有覺得舒服啊？開心啊？有沒有啊？這個已經是經歷你的，不過是的而且確可以提升，還有呢不需要一定要集體，還有不需要一定要很勁的音樂你才有經歷的，是隨時隨地一想耶穌，哇即刻神的同在即刻來到呢，這個就是學到的，是可以學到，我就會今天遲些跟你講一下的。就是說有些人覺得神很遠，但是當你經歷聖靈，你就會知道你可以保持一個很密切的關係，是很近很近的。以賽亞書6:1，我們這裡簡略了的，一起讀一下。主耶和的靈在我身上，差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掳的得釋放，喜樂猶代替悲哀。这里讲到就是可以经历到医治，自己得医治和人家得医治，还有可以有喜乐代替悲哀，天天开心。那些人给很多钱去旅行为了什么？开心。但是那些人是不是过开心去旅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暗暗沉沉，很多埋怨，哎呀这些又不好吃，哎呀我家里那些还不好吃，那么你说那你不如不要出，他又不会，不是真的这样，他又很喜欢晒命，就是说我家裡的好吃很多的，總是很多不開心的地方，但是我們不用去旅行都開心，去旅行更加開心，即是隨時服侍神就最開心。還有很多人，這些我就回應一些人的情況和需要，很多人覺得在祈禱的時候難以經歷神的幫助，即很多人跟我說神都不聽我祈禱，我聽過很多人跟我說神都沒有聽我祈禱，因為他的準則就是什麼呢？我想要那樣東西神沒有立刻給我，所以他就說神沒有聽他祈禱。但其實即很多人呢，他覺得神是好像後母一樣，他覺得神不給那些好東西，我那些好東西給別人，那些苦茶就給我了，好苦啊，哎呦，為什麼神給你這麼苦的東西我吃的呢？其實呢你有信心神給你的最好，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會加給你，你就會什麼看到你都會看到神的恩典，同埋神會將更多恩典給你的。為什麼很多人沒有神的恩典呢？個原因是這樣，他說信耶穌為什麼我經常鬧交，因為他很勞吵，經常鬧交。當你想家裡沒有鬧交，你是讓耶穌做主，你真的信服以善勝惡，你才能夠家裡裡面沒有鬧交，是不是？基督徒家裡有沒有鬧交的？有有、啊、那這個是不是榮耀神呢？不是、啊，就是因為他裡面沒有神的平穩安靜，也都不是降服在神面前，所以變成家裡有鬧交。但是我們越在神的裡面，越聽神的話是最好的。其實神的慈愛很好，神的聖潔都是很好的，你走在神的慈愛和聖潔，你的家庭就會非常美滿的。就很多人就覺得很難經歷神的幫助，但是呢我就會這樣的信心，所以我祈親禱有平安輕省，我知道神和我一起，無論我有疾病沒有疾病，我都想過如果有一天我到老了有病了，或者很嚴重的病，我求神不要給我了，如果真的有的時候我怎麼辦呢？我就說醫不好就上天堂咯，醫得好又感謝神咯，那還是一路繼續活在世上，又醫不好又或者又辛苦，不要緊，就算拔住耶穌，拔住耶穌梗有神的祝福的，即是我的心預了就算最差的病我都不會害怕，因為神與我同在，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祂與我同在。即是這個就是信心，相信神不是後母來的，神是很好的，你相不相信？當有這個信心的時候你就容易經歷神了。
你就會睇到乜嘢都話，哇！神做啲咁靚嘅嘢，神俾啲咁好嘅食物，神俾我周圍嘅人咁好，咁你嘅心咧就會好中意神啦，你就好中意行神嘅路。咁嘅時候咧，你隨時隨地都會經歷到神嘅同在嘅。咁啊，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節一齊讀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有十八节，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嗱，呢度讲到咧喺十七节啊，信嘅人必有神迹随着佢哋。你信唔信神迹啊？信。几多个信嘅举手？感谢主啊！好，问下你有几多个你祈祷有神迹嘅，请你举手。你祈祷之后有神迹嘅，请你举手。啊，都有好多个，感谢神。有好多個，但其實可以個個得嘅喎，就係你肯唔肯去做。有啲人就唔敢去做。當你祈禱，哇！真係有神蹟，你係咪會覺得神好近啊？你會覺得神好近好真。我成日都有不同嘅人同我講不同嘅困難，我就話俾你聽，我唔知道神會做乜，不過我睇到神好多次都幫人。嗰啲有病嘅好多都覺得舒服，好多咧有醫好，亦都有好多人改善嘅。但係就算冇醫好啦，佢都覺得好舒服、好平安。我就會咁話俾人聽喎。我告訴你，有大部分的人九成半以上為他祈禱，真的即時覺得平安輕省的。這個是真的很多人無論去哪個國家人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同在的。所以呢，當你越是在神的運作，在神跟神有密切關係，還有真的走在神的路上又服侍主，又在相信神的聖靈工作，你可以進入神蹟的服侍， 你就會整個生命是充滿神蹟，時時咧你會對神好有信心啊！約翰四章廿四節，一齊讀啊！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誠實拜他。呢個都好多原因，點解好多人好難經歷聖靈？就是、因為佢唔識得用心靈祈禱，佢只係口噏噏。同埋有時有啲人就算敬拜咧，都喺度望東望西，或者淨係掛住唱歌，淨係掛住跳舞，就冇從個心底處。如果你學習每一日用個心靈嘅心處愛慕神咧，你係隨時可以經歷到神嘅。嗱，呢本書咧度寫咗咧就係 Catherine Kuhlman 嘅，我相信神蹟，就係佢真係成日見到神蹟。當你越喺神嘅裏面，你就會發覺咧神蹟係常常發生嘅。我第一次有神蹟係幾時咧？係我經歷聖靈之後冇幾耐，我去一個教會講道，我問嗰、那個傳道人，我可唔可以為你嘅教友祈禱？佢話可以，不過咧就邊個想就入個房。咁啊，入去祈禱啦。祈禱，我問佢哋：你有冇咩經歷啊？咁有一個中年以上嘅婦人跳起身，哇！我腰骨痛好翻。另一個人跳起身，我膊頭痛又好翻。呢個係第一次我見到神蹟嘅。咁而之後咧，就時時都有啦。咁所以我一見親人有病，我就話：我為你祈禱。甚至喺街上我都係咁嘅。即係神真係做好奇妙嘅事。我見過癌症好翻啦，係祈禱嘅神癌症好翻十幾年。膝頭痛好翻啦，手震四十年好翻啦，係眼蒙，即係個眼睇得唔清楚嘅。然後咧祈禱好翻啦，即係有好多不同嘅病啦，有腰骨痛得好緊要嘅，佢係有釘喺度做咗手術嘅，但係咧祈咗禱之後咧又唔痛啦。即係我係時時見到神蹟嘅，趕鬼咧係好多好多次啦。咁大家都可以，當你咁嘅時候，你就會知道神好真啦。同埋有好多人覺得靈命軟弱，哎呀冇力啦，又我又犯罪啦，又冇力啦，又冇動力祈禱啦，有冇呢種情況啊？有好多基督徒係咁噶，低高高低低，或者聚會又覺得好啲，因為翻屋企又覺得弱啲噶啦。咁咧，因為佢同神冇呢種嘅密切關係。當你同神有呢種密切關係，你隨時隨地，無論你發生咩事，你都話神同我一齊。當你經歷到神是很大的幫助嚟嘅，你就會話神同我一齊，神真係幫緊我，神真係祝福緊我。四輪轉四章三十一節，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即係佢哋祈完禱咧，有咩果效啊？哇！地震動，跟住咧被聖靈充滿，跟住佢放膽講論神的道，即係睇到果效嘅。當你時時同神有密切關係，你係會睇到果效。你為人祈禱睇到果效嘅，我係時時睇到果效。無論喺聚會、喺街上，都一樣見到神嘅工作。今晚都一定會見到，因為我見到你開放，一定會有神嘅工作。咁有神嘅工作點樣呢？譬如有個人經歷好強，你就話點解得佢有我冇嘅咧？唔好咁諗，佢有即係話神做緊工，我就感謝神，可唔可以咁樣啊？
即係你唔一定話我要好似佢咁經歷。有啲人話我淨係得平安咋，你有平安已經好好嘅，你唔使比較。唔係啊，你見到個人哇，佢咁強烈經歷，哇咁感動，咁安慰，咁釋放，哇我都要咁樣嘅，唔係一定嘅。你見到有人有經歷，你就話神係咁真，我就願意親近神，時時俾神改變，可唔可以咁樣啊？唔好比較，唔使嘅，因為神會做喺個人身上做工，佢都會遲早使用你。我試過有人咧，佢係硬係感覺唔到聖靈喎，其實佢感覺到嘅，不過佢唔係好知道。但係佢為人祈禱咧，佢又會好多人會經歷到聖靈嘅，即係神真係會嚟到我哋身上嘅。好似呢個人啦，佢真係俾神嘅靈感動，所以變咗咧，真係會對神好有強烈嘅回應啊！我希望大家都係哇，神咁好。你就真的話俾神去臨到你身上，嗱亦都好多人擔憂前途或者經濟啊，死啦點算咧？哎呀，我仔又讀書讀唔到啦，哎呀，我自己又前途苛堪啦，即係我哋好多時咧都會擔心呢啲事啊。點解會有啲困難？因為對主失去信心，就容易擔心啦。有啲咩困難都總係喺度擔心嘅。但係如果你話神一定有出路，神一定幫我嘅，馬太六章33節。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嗱，呢個講到有啲人話點解信耶穌都係咁難呢？因為佢有冇求神嘅國同埋神嘅義。求神嘅國唔係就係話求神嘅國降臨啦，唔係就係咁祈求喎。你求神嘅國降臨嘅時候，你真係會有行動啦。第一就係你好想人得救啦。第二咧，你會讓耶穌喺你心中做主，做主嗰度先係國啊嘛，係咪啊？即係個皇帝，如果佢喺個地方會叫啲人嚟，喂你嚟啦，咁嗰啲人又唔嚟嘅，咁嗰度係咪佢個國咧？唔係喎，神嘅國就係話，第一就係神嘅恩典嚟到啲人得救，第二咧神喺嗰度話事，佢話做乜你就做乜咧，嗰度就係神嘅國充滿個地方。你嘅家係咪好似天上嘅家咁好啊？咁俾神掌管啊？你嘅家有冇嘈吵啊、掹整啊、怒嘈啊、唔憤氣啊？哎呀，點解會咁樣樣啊？係咪有呢啲咁樣感覺？嗱，呢啲就唔係俾神掌管啦。當你俾神掌管咧，呢啲一切就會加俾你。神真係會將一切加俾你嘅。阿尼都人呢個圖代表好多樣不同嘅福氣，神會俾我哋。同埋好多人覺得侍奉冇力啦。咁啊，耶穌話咗啦，侍奉嘅力量邊度嚟咧？使徒行傳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已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嘅見證。就係呢個能力邊度嚟啊？呢個話聖靈嗱，聖經又俾我哋能力，聖靈俾我哋能力，兩樣都需要。但如果你只係有聖經，而同神冇一個密切嘅關係，我形容好似乜嘢咧？你一煲湯咧，擺好多料落去，不過唔開火，你係有好多知識噶，但係嗰啲知識發揮唔到出嚟。同神的關係，他就將你所有認識關於神的東西，神的真理應用出來。你煲湯會不會就這樣浸下它就算了？你一定有火的，這個火呢就會生出果效出來，你所學到的東西就有果效。很多人呢，我聽過有些人說，他說信了主這麼多年，曾經有個說，我都不想說恩信稱義，經常都說恩信稱義，即是他經常聽到就是恩信稱義，唉，好像很悶啊，即有些人會覺得講嚟講去呢個嗰啲好悶啊！做基督徒做到好悶啊，都唔知道做乜嘢。有啲基督徒即係話冇乜人生嘅目的，但係當你有即係同神有密切關係，時時經歷到神嘅幫助，又為人祈禱，睇到人嘅改變咧，你就話你嘅人生係好豐富嘅。我而家已經65歲，我搭車係2蚊喎，但係咧我依然神咧俾我好強壯，又可以打網球、羽毛球，全部都好勁喎！即係神俾我好，即係好健康啊！如果你話70歲退休，哇！其實我已經退休噶咯。點解咧？我係冇受薪嘅職業嘅，我冇一個受薪職業，我全部都係自願做嘅。你話70歲停止侍奉得5年，我話唔得啊！神，我太多嘢想分享俾人。其實如果今日神要我上天堂，我都好歡喜嘅。但係我覺得太多嘢神俾咗我，想分俾人。如果到70歲，70歲多數人都退休噶啦，係咪？70歲唔好侍奉啦，我都覺得唔得。我要做到最後嗰一陣，就算我臨到死啊，瞓喺張牀度咧，嗰啲人埋嚟，我都會為佢祈禱，係咪？到最後我嗱，耶穌就嚟接我噶啦，咁你咧按手喺我身上咧，
可能咧，當耶穌接我嗰陣咧，好大嘅能力臨到我身上可能你會聖靈充滿嘅，即係我都會最後嗰陣咧，我都會諗住祝福人嘅，因為我覺得我有太多啊，神俾我哋太多，我好想分俾人，咁我都希望大家咧有呢個能力，就唔會覺得侍奉冇力啦，係咪？同埋咧覺得傳福音同埋侍奉缺乏果效，即係冇果效，好想做不過冇果效。羅馬書十五章十八節呢個講到傳福音唔係淨係口講嘅。大家一起讀一讀個經文，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什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其實聖經有不同的經文講到這件事的，保羅傳道是不是只是口講啊？是不是只是言語啊？還有什麼添啊？有作為，什麼作為呢？神蹟奇事的能力和聖靈的能力令到外邦人信服。所以我們看到復興的人呢，他們通常都是祈禱很有能力的，好像葛培理呢，其實很多人不知道，但我有一次神給我特別知道，我有一次坐地鐵的時候，我在看那本聖經，旁邊都在看，我就說這個是拼音聖經來的，因為我在讀拼音聖經來到 學普通話，他說我都是信耶穌的，他說給我聽他的故事，他的背是寒背的，即駝背的，他說我小的時候有這個病很辛苦啊，那那時候葛培理來到香港，他說那時葛培理，現在葛培理退休了，但之前葛培理很多年呢，他服侍是沒有醫病的，但最初有，而這個人是經歷到，他告訴我，他說那時候他就給手巾葛培理，跟著他為祈禱，又跟著分給人，他說他那條手巾放在他身上，他立刻覺得舒服啊，即是聖經有說到的，在使徒行傳十九章找到保羅，他身上拿了手巾和圍裙放在病人和那些有邪靈的人身上，就跟著醫好他病，找走邪靈，那這個人立刻覺得舒服，立刻覺得沒事，但是怎知過幾天有個和尚來，個和尚叫他們整個什麼神主位，他就整了那些病人回頭，他那時候不懂得找基督徒幫，他就告訴我他有這個經歷，咁咧呢個真係俾我睇到，原來葛培理以前咧都係喺神蹟嘅運作裏面噶，佢都係好多祈禱嘅。即係話，如果我侍奉淨係靠頭腦解釋聖經，淨係靠頭腦去改變人嘅頭腦，這個唔會改變人嘅生命嘅。淨係知識唔會完全改變人生命，一定係有知識加上聖靈嘅工作，將呢個人嘅生命改變嘅。好啦，咁啊就。聖靈奇妙的工作，我未講之前我就想請一個姊妹，她就分享她的生命怎樣改變，是很神蹟性的，其實 我在我侍奉就經常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弟兄姊妹晚安，多謝你們邀請我，我講下我自己信主的前因後果。我信主就信了今年就八年，咁咧，我早早冇信耶穌係咁樣嘅咧，垃圾嘅垃圾，食煙、飲酒、做吸毒，因為總覺得自己空虛，冇意外，死就算啦，冇意要咪死咯。到最尾，咁啊好感恩，就俾傳福音啦，所以話大家傳福音啦，因為我相信唔知信乜，咁啊。車傳個福音俾我，我就咁信咗耶穌啦。但唔係話咁信嘅喎，嚟又唔嚟啊！真係佢入邊成日話：，信耶穌冇用嘅啦，冇去啦，咁啊唔去啦，又跌倒啦，又嚟啦。咁我信咗半年咧，就反反覆覆，唔開心，冇喜樂，冇平安，仲要咧，頭暈、頭痛、消化膜個肚咧會脹啊，脹得好犀利。腰又痛，腳又痛，總之身上冇一塊好噶啦。咁啊咧，又係識得個葉牧師。咁嚟到葉牧師嗰度咧，第一晚我好記得，佢同我哋祈禱。我哋平時祈禱咧，好似牧師話呢度祈禱噶嘛，呢度咁啊耷口啱啱啱啱啱，仲冇用靈嚟祈禱。聖經我睇咗，喺呢度嘅，即係我冇咩文化噶，一個充唔充有咩用啊？冇用嘅。但我哋渴望耶穌，咁咧叫你唔懂，但識咗牧師以後咧，當晚同我祈禱，哇！我同另外一個姊妹咧，我話
點解咁樣舒服，咁樣平安，好安靜。嗰一晚咧就瞓得好舒服。咁後咧從嗰時咧就抹黑，總之係牧師嗰度咧要咩貨上就嚟㗎啦，嚟嚟嚟嚟嚟。我記得好清楚，嗰時係2015年3月份嚟到牧師嗰度咧。今日我做一個經歷就係話，我唔知道邊度出嚟嘅意念，跟住我要一個好簡單嘅祈禱，我要順服，我要從零開始，從零啊，從零開始學。其實你睇我個樣，我好驕傲嘅，我不怕人望嘅眼淚嘅。但嚟個葉牧師嗰度咧，其實要我唔知道嗰個時候叫聖靈，我真係唔知道，請要要提醒我嘅。喂，有時做啲小嘢，因為我做裝修嘅，我要賺大錢嘅，有幾千蚊我唔做嘅。咁啊啱，有一個姊妹咧就係一個長者，跟住要我就打個電話俾我，有時我個心啊入邊就話冇用嘅，做裝修，哇即刻問，聖靈就話你去，哇我就聽到呢句話，我即刻話聖靈，我多謝你，呢個先係你嘅。我们就去咗啦。从嗰日咧，我就好明你个心灵个反应。我神啊，你好！我就当时我就流咗眼泪，但我唔知道点，点会流眼泪咧？咁后来我翻嚟就同牧师讲啦，问牧师就系呢个心灵。咁我一号就好喜乐，呢、这个喜乐系点嚟嘅？你俾十万蚊一日，我都唔喜乐噶，我搵到钱噶嘛，仲食吸毒噶。但呢個聖靈就哇，我每日就係個湧出嚟嘅，哇！我點咁開心噶？唔執到嘢嘅喎，我忍住啊，多謝你，多謝你俾我咁嘅有喜樂，有平安。咁就我一日日同聖靈講：神啊，我好愛你，我知道你好愛我，因為我以前冇怨愛，原來你愛我。咁啊，日日我就真係用聖靈，用真心同語言同我傾偈，就慢慢放鬆曬。当放松嗰时啊，哇！我就好似牧师，我好想见你神，神啊神啊！我日日又，哇！我好爱你，人哋咁爱我，日日爱佢咧，哇！你个喜乐就涌出嚟喎！哇！神啊，我从来冇话爱人嘅，你知啦，我哋大陆落嚟话爱人啊，爱父母都唔好意思，仲话爱，哇！我啲日日神啊，好爱你，多谢你，我好多谢你，我日日边做嘢咧，我都唔系做嘢，好似话画工嘅，好轻松得顺。咁咧，咁啊嚟到牧師嗰度，今日我都好似牧師一樣，我都好想去幫人。今日我要咩力量幫咧？我就清淡神、祈禱、讀聖經，啊，跟住咧識得分辨為聖，處理自己生命好重要。因為你知，我哋做呢行咩人都有，佢一句説話就傷害你嘅喎，咁啊就記咯喎，咁啊佢一日都唔開心噶啦。阿通個牧師話：我哋要聖靈嘛，要充滿嘛，要輕鬆得勝噶嘛。咁啊係喎，我就即刻用聖經嘅話語嚟處理受傷害啦，或者係唔開心嘅嘢啦，或者自己要受傷害咗人哋啦。明年快啲認罪道歉，有時電話啦，哇對唔住對唔住，我啱啱講錯嘢，好對唔住，求你原諒我。咁啊人哋話：係冇嘢噶冇嘢噶，咁啊好啦，咁啊舒服曬啦。所以我呢個生命咧，我就要好好的保持呢個生命。咁啊，我而家咧，我都係經歷到好多啦。我要翻工噶嘛，咁啊，我翻工場所，我要幫人祈禱啦，啊，包括呢個姊妹啦，我仲有一個今日睇到有一個今年70幾，依家跑30幾圈我嘅嘛，可以跑步喎。佢嗰時咧。要啊好，成日話我要死噶啦，我唔得噶啦，我煮飯都冇力噶啦。其實我喺嗰度幫佢裝修，幫佢侄女啊。我聽到呢句説話，唉、哎，我好似牧師，我放藝又唔做嘢先，祈禱祈禱祈禱，我就匿埋喺個房間祈禱，一路祈一路趕，趕啲腰骨啊，趕咗出嚟啦，好開心。啊，今日咧就真係為咗佢住啦。今日咧我翻我哋家鄉，我就好中意幫佢祈禱噶，飯都唔食噶。人哋話：，食咪錢食，唔好食咪食。
我要成祝福，我要接受呢个面包，得个番薯得噶啦。哇！我真系好中意做成个工作。我知道，我话神啊，求你大大使用我。我已经嘥晒咁多生命，因为我真系唔知，原来有呢啲有邪灵嘅。但我身上都赶咗好多邪灵出嚟。咁你点咧？草草咧，跟着牧师，牧师真系好好，一路带到我哋行。短線啦、非洲啦、國內啦，我哋都去。但第一次去到嗰時咧，我就行唔出去啦。哎呀，我話我自己掙扎，我要我文化要唔識。哎，牧師，我跟佢做乜咧？哎呀，俾佢好掙扎。咁咧，聖靈就提醒我，我以呢度在你怕食魔啊！哇，我呢個年齡從咩嘅度袋人出嚟啦！哇，好開心，從嗰時一步咧。就慢慢達咗出嚟啦，達咗出嚟咧，我好感恩。今日咧，真係大家放膽做，唔使驚，揸住成個華語票放手，神話嘅天都要毀滅，我個華語一句都唔毀滅。我而你同在你話什麼啊？我情義我要行到邊度咧？我就要數隻禱告先嘅，神啊，我一無所知，我一無所能，一無所用，係你啊！你唔嗌我，我唔會噶，唔會得噶，我驚噶。企，企得個身啊舒服曬，好平安。去，自己咁啊，去咯。咁啊，哇！我就好喜樂，我自己好似牧師話，我一個月孭得個袋啊，我都好開心咁周圍走喎。咁咧，我就同神咧要一個禱告，神啊，我都要翻工，我翻工係榮耀上帝，我賺嘅錢。是出嚟傳福音嘅，今日我哋要先俾老闆自己嘅，咁啊好開心，神啊，感謝有飯食嘅，冇飯食咪揀食咯，哇身體好喎，其實邊度揀食啫？今日啱啱食啲就要話誒食咩食咩，但是要依個咁樣喺度，神啊，我真係好知道神嘅，我哋每一個要計劃嘅，其實我做好多。神喜悅嘅事，我哋唔需要掩藏。初初我做嗰時咧，但我自己恐懼，恐懼乜嘢咧？唉，你做咁多做咩啫？咪俾牧師，因為我哋教會要教會噶嘛，知道會鬧噶嘛，或者係弟兄姊妹咧唔中意噶嘛，咁咪要驚咯喎。哇！我係咪唯有我自己咧？神啊，我要點咧？我要祈禱，神啊，我要點做咧？你話噶嘛？你要榮耀你嘛？做你喜悅嘅事嘛？做唔做咧？系咁样照，咁啊，意嚟咯喎，成为啦嘛，做咯。我要望周围墙，我要望无言之嘅，我做。哇！我真系好开心，所以我同成群口号嘅。我总之，好似前几日，我帮呢个姊妹装修，有一个泥水佬，我呢个姊妹咧都为我喊，佢话你人哋做老板啊，做得咁差劣。人哋鬧你唔出聲，要睇你嘅面色做嘢，唔緊要你放鬆，唔緊要嘅。以善勝惡噶嘛，呢、這個你就喺嗰度翻埋，成慢慢嚟。我要耶穌，怕乜嘢啫？佢嘅意思就話、是：哎呀，又講耶穌，起身幫到，梗幫到啦。我經歷過噶嘛，你話我啲要我啲冇耶穌啊，冇一日好過嘅。讀書難過，父母難過。夫妻難過，朋友之間難過，人哋未必有對你咁好啊？邊個話有對你咁好啊？哎呀，你我都對你好先啊！所以你嗰個心態放開咯，打開咯，即係好多隻牧師。當我有發生咩事，首先神在上邊，咁諗到呢個個巧妙啊，點樣處理，自己要開心，對方要放鬆。我你自己去信你傷害佢唔得噶喎，上帝話噶嘛，只要祝福唔可以咒詛。唉，我記得呢句説話。你簡單講啦。係。侍奉果效咧就係話，我侍奉當中有你用。當我幫人哋祈禱嗰時，我都唔知道你有咩邪靈。當我要按手祈禱，要我個心靈不強壯，我都俾佢嚇得就唉，我俾眼祈禱，我唔知咩事乜啫，唉，哇！我話五毫日嘅，好繼續祈禱，阿神太子就走噶啦。
今日我問佢你發生咩事啊？佢話當你按手嗰時啊，哇！唔知好似陣咩風啊咁走喎，係咩？嚇你老人，等住住，繼續。今日嘅嘅，我仲有嘛？冇喎。咁咧，我就有個姊妹同我一齊嘅，呢個叫我而家好中意祈禱嘅，好似牧師咁樣，食飯要祈禱，拉埋人哋祈禱俾你哋祈禱。我依期贏咗，我就問佢咩感受啊？佢哋會話噶嘛？跟住話你同我祈禱嗰時啊，咩？佢話哇，海邊好多蛇喎、啊。海邊好多蛇。佢話好多蛇喎、啊，一段一段嘅蛇。咁啊，當你嗌耶奉耶靠耶穌個光光照，哇！嗰啲蛇咧就變咗石頭。佢話我嚇你老人啊！咁啊咧，真係好感恩，特別感謝你嗰時咧。我唔驚嘅，好似話咧，我睇到嗰啲拜偶像咁，我好想撲爛佢個頭，奉耶穌咪撲爛你個頭。以前唔覺得講我話，因為你係佛嚟噶嘛，而家唔係喎，因為我個神最大，好似我都要信咧，信最大噶嘛，錫又錫健康噶嘛。哇！我話神啊，好多謝你。你係嗰個傳聞嘅。係，咁咧我哋雷段咧有一個傳道人。唔係，應該係分訪韓嚇，係啊，我哋嚟訪韓啊，你知啦，訪韓咧就好咩噶嘛。咁啊，我哋牧師咧就嗌個個按手祈禱。其實我翻教會無人知道我按手祈禱嘅，我係牧師嗰度領我噶嘛。咁啊，我哋傳統教會嘛，但係我哋好感恩，我哋傳統教會咧都全部啊講聖靈啊充滿啊，聖靈嘅澆灌啊。係咁講，今日牧師就嗌我啊，乜你幫我按手祈禱啦，個傳道人嚟嘅喎。當我按手祈禱，佢好高嘛，好似牧師咁樣咁樣嘅喎。我都唔知咩事嚇，神知我唔知，佢就釋放咗咯，佢就啱你啦，喊咯。啊，當我問佢嗰時，佢話我好輕鬆。總之我自己要乜嘢，我會從眾上帝講咯。咁啊，好感謝主，榮耀歸主咯。知道你不是要有很高的資歷才可以服侍主，是個個人都可以，他只是初中的程度，但是他就是有這個心，你看他很單純很簡單，因為神就是這樣，你單純神就會用你。神可不可以用你們啊？可不可以啊？誰可以的？你舉手。可以的，你想將這樣給神用啊，你就會有力量，你看他很開心，而且很有動力，即你不用揾題，他自己走去，他自己回老家，自己四圍去，他自己即係佢，因為我訓練人我又不帶條件嘅，你去邊度都得噶啦。咁佢自己就有開路，神就為佢開路，即係神都可以為你開路。你其實咧，我而家成日都有人揾我，就係網上嗰啲影片啊。你第日你都中意可以擺啲上 YouTube 有啲人又會揾你，或者你啲朋友，你做開咧有條路嘅，你真係咧將來嗱，好多人傳福音咧，佢話我已經傳曬啦，我啲朋友傳曬，個個都唔信我，而家冇辦法出路。但係當你有經歷聖靈啦，你開始有人改變咧，嗰啲人就帶佢啲朋友嚟揾你喎，佢又帶佢嗰啲朋友，嗰啲朋友帶佢啲朋友嚟喎，你係越嚟越多人，你話越祝福，好過改變生命嗱。咁我想講一講，我哋唔係主要係講邪靈啊，即係佢啱講啲講邪靈，佢最主要幫佢經歷到神嘅平安、輕省、愛啊、感動啊、安慰啊。有時有啲人有邪靈，唔係個個都有邪靈㗎。好，咁咧聖靈奇妙嘅工作，咁我而家我而家呢度只係簡單咁講一講啦，因為時間關係，我睇睇個鐘。第一咧就係羅馬書五章五節一齊讀嚇，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有好多人咧，當你親近神，莫名其妙地感動啊！有冇試過啊？莫名其妙地感動，不過咧，好多人嚟講係偶然發生，好多年發生一次。但係喺經歷聖靈嘅人咧，如果你的靈開通，是隨時隨地，我一隨時一諗耶穌咧，起落嚟啦，愛嚟啦，成個人咧充滿神嗰同在，係好舒服，好冧噶，哇，真係好好嘅。你都可以嘅，隨時可以神嘅愛咧澆灌喺我哋心裏面，你同神就有好密切嘅關係，同埋咧有喜樂啊，做人開心啊。詩篇九十篇十四節，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你想做人開心啊？是不是個個基督徒都開心㗎？
唔係喎，好多人係咪過得飽得神嘅慈愛呢？風聞有神嘅慈愛，聽過，不過喺自己身上好似冇乜。嗱，呢個其實一定喺神嗰度。但係好多人就話：我唔係咧，我又經濟又困難，身體又有病，我丈夫太太又唔好，啲仔女又唔聽話，哎呀，冇樣嘢順利嘅。嗱，好多人就會覺得咁啊。但係當你有神嘅同在，你就隨時有喜樂，你啲人際關係有個改善，你以善勝惡，你會成個生命改變啊！好多人點解咁多煩惱呢？其實有一部分佢產生出嚟，因為佢自己猛整怒躁啊。自然佢見到咩人咧，嗰啲關係都係有時有衝突咧，有咩利益衝突咧，就會有衝突啦。但係當你有神嘅時候，你話唔緊要啦，我所謂損失有乜所謂啦？你上網睇下，我有啲輕鬆得勝嘅教導，點樣處理人嘅問題，同埋好多方面我都有教嘅。你上網睇下，會提升你嘅生命嘅。咁你個人咧就可以日日活得開開心心。同埋靈命更新啊！成個人嗰個生命改變，靈命唔更新，你就係頭腦上我要愛主咧，你發覺力量唔大嘅，但係佢喺裏面生出嚟咧，重生啊，係從神嗰度重生，將你再一次生過出嚟，你裏面好似有個唔同嘅力量嘅，就係、是、其實咧，我咁講，好多人初信主有冇發覺係愛主多啲嘅？有冇發覺？好熱切喎，到上一開始冷淡喎，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呢？因為初信嗰時咧，初頭本來就係聖經講到咧，以弗所書第一章我哋講到啦，未信嘅人係有邪靈運行嘅，其實個個人都係被魔鬼控制。一信耶穌，忽然間耶穌進入，所以變咗好大嘅喜樂平安。但係點知唔識得保持，唔識得點樣親近神，唔識得成日諗到神嘅美善，成日點樣愛慕神、感激神、宣告神嘅恩典。咁咧，好快脆覺得祈禱睇聖經係一種責任，有冇咁覺得？哎呀，今朝又要睇聖經，又冇睇到，又唔得閒睇，即係變咗要做，但係咧又唔想做。但係當你有神嘅同在咧，你就時時都想親近神嘅。但係我想話喎，唔係經歷聖靈嘅人個個聽話喎，係你自己願意聽話，你先會改變嘅。你願意聽話啦，你成個生命就可以提升噶。喺你裏面有一種新嘅力量出嚟。咁其實聖靈充滿咧，就加強，即係好似你初信主嗰時咁樣，神嘅靈再大大嘅澆灌你。但係呢個一定要保持，好似聖經舊約嘅掃羅，佢曾經經歷過聖靈，但後來失去咗嘅，係可以失去嘅。好多人都經歷咗失去，同埋我好可惜見到一樣嘢，我見到好多人經歷聖靈喺香港好多喎，不過佢哋做乜嘢呢？佢只係中意敬拜讚美，只係中意代禱嗱呢啲。全部都好嘅，不過只係中意做呢樣嘢，佢唔中意傳福音，因為點解傳福音會俾人拒絕啊嘛？嗰啲面懵嗰啲佢唔做，佢唔敢做，即係其實好多人經歷聖靈唔識得用啊，唔識得用嘅時候咧，發揮唔到出嚟。我哋呢三堂咧就會講到你經歷點樣保持、點樣處理生命，然後點樣用出嚟。咁嘅時候咧，你嘅成個生命就會發揮出嚟嘅。即係我覺得太多人喺香港咧，佢只係跑聚會啊。喂，今日有邊個講完啊？喂，有咩恩膏服侍者啊？有邊個先知啊？佢就成日想去，成日都係我要多啲。佢唔知道施比受更為有福。當我哋經歷之後，我哋付出咧，我哋更多嘅經歷。撒母耳記上十章六節，呢個係撒母耳同掃羅講嘅，一齊讀啊！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説話，你要變為新人啊，變為一個新造嘅人。同埋咧，心靈醫治，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齊讀下一節。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叫我好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掳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典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與錫鞍的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又代替悲哀，讚美以代替憂傷之靈。但很多人都會經歷到心靈的醫治，在聖靈裏面經歷到安慰。這裡講到主耶和華的靈在身上，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叫我傳好信息，就是你傳好信息的時候，你會有心裡的火熱，有心裡有聖靈的工作一起，然後就差我們醫好傷心的。我們發覺耶穌不是只是拯救人的靈魂，有很多人以為我們只是就是拯救靈魂，但在這條聖經是很清楚講到神也都差我們醫好傷心的。而且耶穌也說了，
凡勞苦擔重擔嘅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呢個第一步嘅安息。第二步安息咩咧？耶穌話：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喺呢段經文講兩次安息嘅，第一次咧係你揾耶穌，第二次咧你負耶穌嘅轭，做耶穌要吩咐你做嘅，學耶穌嘅生命嘅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你嘅整個生命就享安息。當你冇去服侍主，你係唔會得到完全嘅安息嘅。你冇服侍主，亦都聖神有一日要追討你嘅，要問你嘅，你有冇做在主嘅弟兄身上？你有冇使用你嘅恩賜？因為埋藏咗地裏面。當你用嘅時候咧，你咧就會心裏得享安息。耶穌話：因為我嘅轭係點樣噶？係容易，我擔子係輕省嘅，係容易嘅。當你服侍主係容易，呢、这個就行曬神嘅路。我哋唔係靠做呢啲嘢得到神嘅恩典，係親近神，永遠係神嘅同在，神嘅恩典。不過當你有神嘅生命，你就自然會流露出嚟嘅。呢、这個咧就係心靈醫治。我哋可以有心靈醫治，正先所講咧係你可以有，同埋人哋可以有嘅。同埋咧，神蹟隨著。我哋正先都有稍微讀過呢句經文啊，馬可福音十六章嗰度講到咧，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佢哋，就係奉我名趕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咁而喺二十節嗰度講到咧。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嘅道，神蹟嘅目的唔係神蹟本身，神蹟嘅目的係證實所傳嘅道，俾人睇到神嘅真實。並且另一個目的咧，就係、是、好似以賽疏內一章所講嘅，就係、是、醫好傷心嘅神去釋放佢、安慰佢。即一個係證實神嘅話，另一方面係更新佢嘅生命，去醫治佢、釋放佢，同埋聖靈賜各樣嘅恩賜喎。我哋一齊讀下《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九節。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嗱，我哋發覺聖經講到神蹟咧，好多時係同聖靈掛鈎喎。嗱，呢個經文就其中一個例子啦。聖靈賜啲各樣嘅神蹟嘅恩賜啦，其實恩賜唔止呢啲嘅，恩賜都有好多。即係比較通常嚟講，唔會列佢做異能嘅神蹟，譬如彈琴啊、領敬拜啊、講道啊。咁呢度所講咧，係比主要咧係神比較神蹟性嘅恩賜嘅。咁同埋咧，以利亞同以利沙，你記得以利沙就要求感動你個靈，加倍感動我。然後後來咧，佢以利亞就話：如果你我被接嘅時候，你見到咧，你就可以領受呢個恩膏啦。咁佢真係咧，佢見到以利亞，並且以利亞將件衫抌落嚟俾佢喎。跟住咧，佢就打水過河啦。嗰啲門徒就話咧，見到佢打水嘅時候，個河分開咧，佢就話感動以利亞嘅靈已經感動以利沙，即係呢個神蹟證明聖靈喺佢身上。即係聖經咧係將聖靈同埋神蹟咧掛鈎。我哋睇得到，當初期教會聖靈充滿咧，跟住就好多神蹟啦。即係呢個就係聖靈能夠做嘅工作。事實上，基督教就係一個。有神蹟同埋有教導嘅宗教嚟嘅，即係佢主要係教導。如果兩樣揀，神嘅話語同埋聖靈工作邊樣最緊要咧？係最緊要神嘅話語。即係兩樣揀啦，你只能攞一樣咧，就一定係神嘅話語。但係神嘅話語冇聖靈嘅工作咧，嗰個果效係唔會強嘅。當你有神嘅話語，有聖靈工作咧，你嘅生命改變，你嘅侍奉亦都會帶著能力。因為基督教唔係一個教義嘅宗教，唔係淨係教義嘅宗教。是一個活神的宗教，是活著的神，真是做工 的宗教的，是叫我們能夠得到各樣的屬靈的恩賜的，還有傳道呢都是有聖靈的能力和神蹟的。我們先已經讀過這個經文，我們不再讀，好，我們現在總括看回什麼呢？即讓我們明白聖靈的工作。這個請大家記得，或者你可以影了它。點解咧？因為呢個就係我哋繼續下一次咧會繼續講咧，就係呢啲聖靈嘅工作對我哋有咩幫助？第一就係平安啦。耶穌話：我將我平安賜俾你。咁你話耶穌話俾啫喎，唔係聖靈話俾喎。其實神係三位一體嘅，聖父、聖子所做嘅，聖靈都係做嘅；聖靈所做嘅，聖父、聖子都係做嘅。呢度咧就講到好多人經歷聖靈就會平安啦。跟住咧就係勞苦擔重擔嘅，有啲就先我哋冇讀過經文啊。勞苦擔重擔嘅人咧，好多人覺得鬆咗啦，
我咧就好多人經歷神嘅愛啦，經歷傷心得醫治啦，啊奉耶穌名趕鬼同埋按手病得醫治啦，同埋咧喜樂遊代替悲哀，啊呢、這個重複咗。咁同埋咧身體舒服啦，個身體肉身安然居住，好多人覺得個身體好舒服，個身體咧好似輕飄飄，好舒服咁樣樣。咁咧就同埋咧醫治失眠喎，詩篇四七篇八節嗰度話：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同埋得著能力，得著能力作見證。嗱，我哋睇到咧，聖經講咗好多呢啲工作都係聖靈嘅工作，都係神嘅工作。即係神唔係淨係俾教導，佢係做工嘅神。其實經歷聖靈係乜嘢咧？就經歷神做工。一齊講一次，經歷聖靈就係經歷神嚟到做工。經歷聖靈就係聖靈就係神啊嘛，佢嚟到你身上做工，佢就會停留喺更強烈停留啦。其實所有信耶穌嘅人都有聖靈。不過問題，聖靈是有幾多充滿佢，即係佢嘅生命有幾多俾神掌管啊？佢只係翻嚟禮拜日，翻嚟崇拜，翻屋企咧又鬧交，又上網睇色情片，啊又唔開心，又貪錢，又同人哋鬥過。咁嘅時候咧，佢話信耶穌，但其實咧佢嘅生命好有問題。咁聖經講到，甚至有警告啊，行者有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當然我哋唔能夠話呢個人係咪能夠承受神嘅國。但如果一個人繼續喺最終是可以失去救恩的，即有很多基督徒咧，佢哋係軟弱的，我哋係需要神更新我哋生命。嚟到呢個世代，耶穌話福音要傳遍普天下，然後末期先嚟到。我哋預備好耶穌翻嚟，係咪？我去很多地方，我都發現同樣嘅嘢，好多人信心軟弱，全都係信心軟弱。亦都好多人經歷聖靈唔識得保持啊，好多人經歷聖靈咧。不懂得怎樣運用，只是經歷，就是希望下一次有個報道家來，我去到是訓練人怎樣被神改變，我亦都帶領人出去訓練人，如果你有心的你可以跟我，我去呢，我是完全是，即是我們不是好像拿任何的益處，我只是全部都是給的，我亦都全部付出的，我在我的事工我又沒有拿人工的，我是全部都沒有拿人工，是白白地做，但是神白白賜給我，我就白白去付出。所以有些人說願意跟我去服侍，是完全是對我來說是沒有任何利益，只是你可以得到這個經驗，學習這個經驗的。大家渴不渴慕神聖靈的臨在啊？這個是需要時間的，需要學習。那這個怎樣學習呢？我下一次會詳細講，但我今次簡單講是怎樣呢？很重要就是我們在神面前是悔改離開罪。如果你的心中現在你生氣哪一個人，你不喜歡某一個人，你對神埋怨，神啊，為什麼你對我不公平？其實神，你數下神給你的好東西，很多好東西，不過你就說差那麼點，我希望樣都有曬，差那麼點，很多人其實有衣有食，你都肥肥白白，是不是？今晚有沒有人是沒有錢吃飯而後來的呢？是沒有的，你個個都肥肥白白，張床都是沒有落雨揼濕的，是不是？你家裡沒有漏水的，即是你都是有供應的需要的。我們就心裡面有的那麼多對神或者對人的埋怨，或者心裡面就是成日慣了不舒服不開心的，你就是神啊，赦免我罪，因為我沒有榮耀你。天上的聖徒是不是充滿榮耀啊？充滿喜樂啊？地上的聖徒是怎樣的？好煩啊，好猛啊，好急啊，很多猛震的東西，是不是榮耀神啊？這樣稀缺神的榮耀啊。但如果你天天都活在神的愛中，你就彰顯神的榮耀，那這個是神喜悅的。所以第一悔改就是相信聖經所應許，神說了有神蹟就是有神蹟，神說了我們可以帶著能力，我們就相信，我們相信神的同在，然後我們才能夠服侍的。我們都遵從聖經所有的吩咐，我們就是相信聖經，給我最有信心。信心是什麼呢？神給我的定義很簡單，神經常都教我不同的事，神做事我放心。一直說神做事我放心，即是神关心你的事的。很多人就觉得神不关心，哎呀，我的财务不行，我的工作不行，家庭不行。神关心是有时是我们自己没有处理到，或者是对方可能你的配偶有问题，那我们就学怎样不被他影响，这个是需要处理的。那我要迟些才有机会再讲，即是说有信心神是爱着我的，一起讲。我相信神是爱着我的，神是很想祝福我的，神是很想提升我的生命的，
神喺我心裏有奇妙計劃，神喺我心裏有奇妙，我可以大大俾神使用嘅，我可以大大俾神使用嘅。哈利路亞！而家就開始啦，係啦，哈利路亞。咁所以咧，第一就悔改認罪，第二咧就係、是、相信聖經嘅説話，同埋有信心。神係愛我，神好想充滿我。嗱，你諗咗四年充滿唔到咧，神啊，今日唔知得唔得咧？第二個得，或者我都唔會經歷，唔好咁諗。神係好想俾你嘅，你嘅心就係相信神喺度愛緊我，服侍緊我，就係我嘅心開放就得噶啦。你嘅心就話神，我需要你啊，耶穌，我需要你，我知道你好想祝福我嘅。嗱，呢個就係個重點啊，用個心靈。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很多人不是，很多人覺得聖經有些事我不接受得的，十一奉獻不得、那些不要有淫亂，淫亂不得，那些即是覺得有些不制的，不要跟基督徒結婚，有些人又不制，即是說我們真的聖經所有的說話都是對的，都是最好的，神是最好的，這個思想完全認同神是最好的，意志我決意跟從神，還有呢感情，這個就是魂，整個感情很喜歡神的。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父母，或者是很好的配偶，你會不會很喜歡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你會不會喜歡他？神好一點還是那個人好一點呢？神好很多，是不是應該我們個個都哇神啊你真的好啊，好到不得了，是不是應該這樣？但是很多人就不是的，想到神啊，想到什麼字呢？悶啊，哎呀又要祈禱，又要看聖經，又要聽到好悶啊！當個心係咁嘅時候，佢自然就悶噶咯。但係你個心話神係咁多好嘅嘢，我見親乜嘢都諗到神喎。我見到食嘅嘢，我又覺得神做得好食；我飲水，我又覺得神做得好；我身體又覺得神好奇妙；神嘅工作，我又覺得好奇妙。我睇到金屬又係神做嘅，材料又係神做嘅材料，所以我哋有三著，乜嘢都係神俾我哋噶，係咪啊？我哋嘅思想咁。咁好都係神俾我哋嘅，我哋有感情又係神俾我哋嘅，如果人冇感情，係咪生活喺世界上會好困難，係咪？如果個個都冇感情，好似機械人咁啊，咁係咪做人都冇意思啊？但係我哋就有感情，咁啊神啊，你真係好，你睇啲動物都有感情嘅喎，有冇睇過嗰啲動物片啊？啲鱷魚啊，嗰啲能幾尖啊？但鱷魚乸咧生咗啲鱷魚蛋咧，佢喺度等噶，一路等嗰陣時冇嘢食噶，因為嗰度水嗰度太少，即係周圍，即係佢唔會走去嗰啲食得嘢嘅地方，喺嗰度等啦，等嗰啲蛋孵出嚟，等好多日嘅喎，等到孵出嚟，有啲叫聲即刻走上去，走上去咧佢出嚟咧，佢個牙好利噶，佢會擔住嗰只鱷魚仔走落個水嗰度放佢落，又再擔第二啲喎，但係佢唔會咬傷佢喎。好犀利喎！哇，鱷魚點樣可以擔住個仔？有冇見過啊？我好中意睇啊！呢啲係神嘅設計啊，神嘅創造係好靚，我睇真係好中意嘅。我覺得神真係好好嘅，我心好冧嘅。我諗到神，我諗到我太太又覺得好冧，我諗到神咧更加冧嘅。呢個就係思想、意志、感情都好中意神，然後咧就整個靈魂啦，凡在我裡面嘅都稱重佢嘅聖名，你就容易被聖靈充滿。今晚我哋會為你祈禱，在祈禱的時候，我就話都不知道有什麼經歷，不要這樣想，是這樣怎樣想呢？耶穌現在愛我，耶穌現在祝福我，現在很想祝福我，我只要打開心就可以了。當你一經歷到平安，你就多謝耶穌，耶穌的平安臨在我身上。很多人經歷是什麼呢？就覺得平安、輕鬆、舒服，這個已經是可能已經經歷開了，這個就是聖靈的臨在，那你是追求更長的經歷。那也有些人會搖的，咁誒呢個同聖靈有冇關係呢？我就覺得係有嘅。咁原因係咩呢？嗱，聖經有講到啊，啟示錄一章十七節，約翰咧見到榮耀耶穌咧，佢就成個仆咗地下。掃羅信耶穌嗰陣時咧，又係仆咗地下，見到榮耀嘅耶穌又跌咗地下。啲兵咧捉耶穌嗰陣時，耶穌話：我係佢哋又跌咗地下。即係神嘅同在，人可以企唔穩啊。咁而未咁強嗰時候就會搖啦，你投入敬拜咧。越投入你就越發覺力量喺度搖動你嘅，咁你呢、這個我發覺好多人都係咁喎，佢搖動嘅時候咧，佢又經歷聖靈喎。我試過有為過一啲人祈禱，我話嗱你開放啲啦，佢開放咧，佢一嗱有如果你唔會跌咧，你又唔使跌嘅喎，你要跌咧，你又唔好攔咗佢喎。我試過有啲人佢喺度明明咧好強嘅能力，佢又唔怕跌啊，我話你放鬆啲啦，一放鬆跌低咧，有啲即刻就有起落。即刻就感動，即刻行，
亦都有人即刻上天堂，唔係死嗰種喎，係個靈魂上天堂，見到耶穌，耶穌同佢講完一輪嘢，嗰個人咧係一個牧師嘅女嚟噶，佢瞓咗地下兩個鐘頭，即係就係神嘅同在啊！神就可以臨在我哋身上，我哋放鬆嘅人，你祈禱嗰時咧覺得個身體會搖動，你由得佢，讓神嘅靈臨在你身上，喺個心中意神，你中唔中意神啊？中意。學習即係放低曬啲所有煩惱，唔緊要嘅。嗱，跟住講一次，唔緊要嘅。唔緊要。受些少苦唔緊要嘅。俾人鬧下唔死得嘅。俾人鬧下唔死得嘅。係咪啊？好多人就俾人鬧下就激氣到不得了，唔緊要嘅。但係神嘅愛係好大嘅。